所以我想，已经都确认，应该就是意外过世了，是这个状况。目前我们已经紧急通知爱成的父母从马来西亚赶来台湾，相信很快就会抵达台湾，参与我们的治丧的事宜。爱成因为他是基督徒，所以说他会跟着教会一起来举办他的宗教仪式。那有关这个追思的礼拜的部分，时间确认了，我就会通知各位。王彤现在非常的虚脱，所以说我们曾经发了一个声明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点空间。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的悲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予空间，让他疗伤止痛，我们希望他能走出来。王彤今天接任务，他在往宜兰的路上，他接到讯息的时候是在雪山隧道上，所以他又折返，是就赶快折返回来了。所以有些人在苛责王彤说怎么没有帮爱成这件事情，我都觉得过于要求了。